欢迎收看职场达人秀。现在的年轻夫妇大部分是双薪家庭，小宝宝诞生之后大部分会找保姆来托育，不过保姆人员可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哦。很多中年或二度就业的妇女会选择保姆当职业，但是带小孩一点都不轻松。一个合格专业的保姆背后需要怎么养成呢？又需要具备哪些专业技巧与知识呢？今天带你来认识保姆人员这个职业。你还戴着传统眼镜看现代保姆的职业吗？那可就大错特错喽！现在的专业保姆可是要经过证照的检验，用有系统的方式陪伴孩子长大。另外，耐工更要了得，保姆人员到底要有几把刷子？精彩内容别错过。哇，好可爱的小宝宝照片哦！相信小宝宝一天天成长，跟他们关系最密切的人，除了妈妈之外，就是保姆喽。没错，今天我可是约到一位托育率100%的保姆，现在一起去体验专业保姆的一天吧。跟我约好的保姆达人在哪里呀？哦。那边那位太太看起来对小孩好温柔哦，我想她应该就是我要找的保姆达人喽。纪文玉，保姆经验24年，集温柔、耐心与专业于一身，带过30个小宝贝，练就教养健康宝贝的好功夫，还可以听哭声辨识宝宝的情绪哦。请问你就是纪小姐吗？是，你好。你好，我来报道了。接下来就麻烦你带我体验保姆的工作啦。好啊，那麻烦你先帮我把弟弟抱上来。弟弟，你怎么在哭？还要人家抱抱？我没抱过小孩呀、啊，抱抱了。哎，好重啊！麻烦你啊，要帮他擦擦汗。要擦汗啊！是，快要收到下来了。怎么久了？有没有坐着比较方便？啊，怎么办？怎么办？麻烦你再抱一下我们那个妹妹。小朋友跑掉了，小朋友。小心哦，小心了。来，我正准备要帮她擦防蚊液，也麻烦你哦，在包包里。好啊，纪小姐，我不是来体验保姆工作的吗？为什么做这些小事做得我好热哦？你现在正在体验保姆的工作啊，这是我每天都必须要做的工作。啊，真的吗？是的，一个专业的保姆，她不是只是换尿布、喂奶而已。如果天气好的时候，我都会每天固定的会带他们来公园啊，认识花草树木啊，活动活动筋骨跟散散步。纪文玉说，每天规律的生活作息对孩子非常重要，例如吃饭、洗澡、玩游戏、说故事等，按部就班的妥善安排时间，养成习惯，带孩子的保姆工作就不是难事。纪小姐，因为您是保姆达人啊，所以您对这些工作的流程当然是很熟悉喽。可是像我这种，我是新手，我的基本工作要做什么啊？其实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比如说要帮他们准备食物的材料，然后喂他们吃饭，还有就是要户外活动啊，还要讲故事给他们听啊，还要带他们到公园散步，最重要的下午还要帮他们洗澡呢。哦，可是这些听起来好像跟大人的生活作息也差不多哎。是差不多，有时候还比大人更多，因为他们0到3岁的小朋友是我们保姆在照顾他们的，所以他们很多生活上的自理都自己不会处理，所以必须要我们大人来帮他，所以保姆的工作更额外的重要。这样听起来的话，里面的学问真是不少。是的，那我正准备要回家了，你要不要跟我回家体验看看呢？好啊，那我们走吧。那走吧。纪文玉每天在小朋友来之前就先开出菜单，上市场采买，回到家后立即处理食物，并进行蒸煮的动作。你看，这是我今天早上准备好的材料。所以这两碗粥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先介绍材料，有地、啊、有地瓜、马铃薯、腰果、南瓜。那煮出来的这一碗是什么啊？这碗适合6个月以上的小 baby 吃的，它里面有马铃薯，然后还有白米，然后煮成粥。那这一碗呢？这一碗是南瓜、腰果跟地瓜，
煮成粥，要适合八个月以上的小 baby 吃。哦，所以说这个有南瓜、地瓜的是大一点的小朋友，然后这碗白色白米的是小一点的小朋友，六个月。那如果再更大一点的小朋友可以吃什么呢？可以吃糙米粥，还有排骨粥。听起来帮小朋友准备食材好像蛮有趣的，那我也可以体验看看吗？好啊，那你先从泡牛奶开始咯。泡牛奶这么简单，哪难得倒我啊。那麻烦你先加温水。加温水是不是简单啊？加 120cc 的温水。120，然后再加热水，现在要刚好平平的，150，刚好，这样有刚好吗？它摸起来是温温的，就适合小 baby 喝。对，温温的。对啊，我们现在要加奶粉。现在要加奶粉啊？对，然后每个品牌的奶粉都不一定，对，有的是30cc， 有的是50cc。所以这个要加几瓢啊？它这个一瓢是50cc。哼，那你一瓢不是两瓢半？两瓢半。嗯，好。达人告诉我，冲泡牛奶最重要的是要先把奶瓶、奶嘴煮过消毒，再加入温开水，再依水量比例加入奶粉，然后轻轻摇晃，直到奶粉完全溶解。达人，请问现在这样好了吗？嗯，好了，做得很好哎。那走吧，我们去喂 baby 啦。通过。嗯，很厉害。看纪文玉与小宝宝们互动的模样，不难发现保姆的特质。他说这也算是保姆工作的职业病，因为每天都要跟两三个小宝宝相处，如果说话太大声或太急不耐烦，小宝宝情绪也会受影响。原来跟小宝宝说话的语调里面也是大有学问耶。那纪小姐，你都是轻声细语的跟小宝宝讲话，是为了达到什么效果啊？以我自己为例，我是尽量让自己的语调和缓一点，然后轻声细语，这样子比较可以让小宝宝得到安抚，安抚他们的情绪，然后可以得到他们的信任跟喜爱。听说达人您的托育率是100%耶，那这些家长啊来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可以放心把小孩交给你带？他们会都会先问我说我先生的工作在哪里，然后我们家里的成员有几位，家里的环境安不安全，够不够卫生，我当保姆当了几年了，最重要的是他们会问我说我有没有保姆执照。我是以带自己的小孩的心情去带别人的小孩，是希望家长可以取得家长对我的信任。当保姆已经有24年经验的纪文玉，算一算连自己的孩子在内，总共带过30个小宝贝。除了细心与耐心，他还要让家长放心，所以他在民国87年考取保姆执照，让保姆生涯更添专业。从达人纪文玉的身上，你是不是看到保姆具备的细心、耐心还有温柔呢？关于当保姆又要有哪些更专业的知识技能，下段节目回来告诉你更多关于保姆的专业技能哦。达达说，医生我不舒服，快点帮我治病。你平常都不好意思打，来打针啦，快点打针。好痛哦。燕欣讲得很好哦，你从泡牛奶到讲故事都很有专业保姆的潜力哦。啊，真的吗？真的，那是达人不嫌弃啦。那我会继续加油的，阿妹，我们继续来玩医生的游戏吧。可接受收托未满2岁幼儿2位，2至6岁幼儿2位，且一定得取得保姆人员单一技术师证照。纪小姐，听说您民国87年的时候就已经取得保姆证照了，那这保姆证照啊要怎么取得？然后哪边有相关的课程可以上课呢？当一个保姆可不简单，首先要先取得行政院劳工委员会的技术师证，目前的名称是保姆人员单一级技术师证。首先要上课时数126个小时，
他才能够参加考试。哦，所以说他要先把课上完，拿到学分，结业之后再去考试吗？是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也不要忘了，现在职训局有开相关课程供您参考哦。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季文玉对自己的保姆职涯也抱持不断进修的态度，不但能得到更多专业保姆知识与技能，小宝宝也得到更完善的照顾。那除了保姆执照之外啊，还有哪些课程是可以参考再进修的呢？我除了证照之外，我还有取得儿童的 CPR 证书，还有保姆培训的进阶班的结业证书，还有我参加保姆协会的再进修，所以每年必须取得20个小时的进修。透过课程能增进更多相关婴幼儿的照顾知识，而且也因为上课能有机会与其他的保姆交流，并结交好朋友，这都能够帮助我在照顾小宝宝的时候更能够得心应手。每天早上8:30左右，季文玉展开一天忙碌的保姆生活，一天必须同时照顾3个小宝贝，时间管理对他而言显得相当重要。我除了做三餐之外，然后还会准备餐与餐之间的点心跟果汁，等他们睡午觉醒来，我还会陪他们玩，然后讲故事给他们听。我会利用他们睡午觉的时间，做一点家事，还有就是书写家庭联络簿。哇，这样好像一整天时间都很忙哎。可是小宝宝也要写家庭联络本吗？这个联络本它的功用是什么呢？家庭联络簿的功用是记录宝宝在保姆家的一天的情形，它是记录他的奶量、水量、饮食，还有他的健康，还有睡眠状况，能够让妈妈更了解小孩在保姆家他一整天的作息情况，也让保姆能够很规律的照顾小宝宝。哦，所以说听起来当保姆还真的是很伟大，而且不简单呢。那我就来自告奋勇念故事书给小朋友听，可以吗？那麻烦你哦。好啊，谢谢。达达说我肚子好痛哦，然后他妈妈就摸他额头啊，这样子。然后说啊，好烫哦，好烫哦，达达的额头好烫哦，你摸达达的额头，我去摸看，好烫哦，好烫哦，阿妹你摸达达的额头，快点，达达说医生我不舒服，快点帮我治病。你平常都帮阿姨打，来打针啦，赶紧打针，好烫哦。医生讲得很好哦，你从泡牛奶到讲故事都很有专业保姆的潜力哦。啊，真的吗？真的，那是达人不嫌弃啦。那我会继续加油的。阿妹，我们继续来玩医生的游戏吧。好好哦。除了时间的安排有学问，照顾小宝宝的每个流程都有 mega， 而这些诀窍季文玉说保姆之前课程都有教，例如透过婴幼儿环境规划课程让托育空间有效运用，活动设计训练让公园也能变身小型生态教室，而健康照顾课程包含膳食的设计、疾病的预防与处理等内容，让保姆在照顾小宝宝时更得心应手。那季小姐有遇过很难带的小孩吗？如果遇到这种的话该怎么办？有遇过，那个小宝宝哭闹，大人们常常会不耐烦，然后会发脾气。其实哭是宝宝他们的语言，他会用哭来表达他们的内心的需求。通常宝宝会用哭声传达讯息，例如肚子饿了、受到惊吓、害怕，告诉大人排泄咯，想要人抱，或者生病不舒服了。所以是光听哭声就可以知道宝宝发生什么事，这样好神奇哦。是的，所以我们要很特别留意宝宝的哭声，那身为保姆的人更应该细心留意，很快的知道他们的哭的讯息，然后让宝宝很健康的成长。嗯，走去洗澡啦，洗澡，哎，来。好，脸上好痛啊！来帮你擦干净了。
许多家长对保姆的第一眼印象会取决于硬体设备，但再多再好的硬体设备，不如保姆有一颗温暖且爱小孩的心来得重要。我们传统啊，对保姆的印象大概就是隔壁退休的老奶奶，或是家庭主妇的兼职。但是现在呢，时代已经进步喽，保姆需要的不只是经验，她还需要专业的观念和制度，因为这样才可以带给我们下一代更健康的成长环境啊！这么棒的职业，是不是很吸引你呢？你今天就没办法自己亲自走带孩子走过最重要的婴幼儿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应该多花点时间去选择适合宝宝的一个保姆。那最后就是你选择了保姆的时候，不要只有在电话上做一些访问。保姆呢要有细心、耐心与爱心，而且还要取得专业的证照。今天带大家呢认识专业保姆人员这个行业。首先为您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先为您介绍的是保姆测进会的理事长施水景理事长。理事长您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接着是台北市保姆协会的康启辉理事长。理事长您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就先请问一下康理事长哦，因为保姆人员是长时间跟宝宝接触的，您觉得身为一个保姆要怎么样的人格特质？保姆这个行业它是应该是一个家庭的支持性的服务。那因为这几年来可能职训局对保姆这个专业有比较更深入的培训，原则上保姆他是可以讲说从传统的那个社会走过来的，那他的保姆特质其实比较注重于就是第一，他一定要对这个孩子有爱心有耐心，就如同你刚刚讲的。但是呢，我觉得保姆如果要走从传统保姆走到专业保姆，他需要更多进阶式的学习课程。那说到训练课程，我们想问一下施理事长哦，保姆人员有哪些专业课程可以上？那么要有哪些的职前训练呢？一般的话，我们总共训练里面核心课程里面分成七个学分制，那整个内容里面包括儿童的福利及少年的托育法规的一个导论，还有婴幼儿的发展，甚至到亲子教育的一些导论，甚至在职托育的服务的一些概论都要有。幼儿的一个健康照护，甚至到幼儿照护上的一些技术，那等于就是我们最后的每一个单元里面有18个小时的一个训练课程。那我们知道现在要成为一个保姆，其实要有专业证照的，那要经过考试才能够拿到。那考试内容有哪些呢？考试里面它分成学科的部分，那只要你接受过这126个小时，通常你对学科的部分应该没问题，术科的部分大部分都是针对实际的操作演练，所以它分成4个区块。那第一个就是清洁区，就是帮宝宝怎么样洗澡。那第二个就做调制区，就如何帮宝宝做一些护食品。那第三个就是安全医护区，那安全医护区里面除了做急救的演练以外，还要做伤口的一些处理。那第四个就是游戏学习区，那在整个区里面你怎么样帮宝宝讲故事啊，做互动啊，怎么样训练他小便，这个都是蛮重要的一环。那么考取证照之后，我们也想问问康理事长，除了专业执照之外，政府对于保姆还有哪一些在职规范？保姆如果拿到了丙级证照以后，现在叫技术士证，他就可以加入各个社区的系统。然后加入系统的条件呢，他就是一年要有在职研习进阶课程20个小时的在职研习，另外他享有体检，他享有保险，好，另外就是他会有一部分是会让我们在职研习的策划。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它能够让我们的访视员，比如说我们一些对保姆比较有帮助的工作人员，能够做家庭的访问。好，原则上如果没有意外，应该是3个月就会有一次的访问。另外它还有系统上规范很多，比如说保姆跟家长之间的签约，好，然后保姆跟孩子之间孩子的发展这些的检核，很多很多相关的课程。那也想问一下司理事长，其实会建议家长要怎么样来选择一个保姆人员呢？我常常会跟家长们提到，就是你今天就没办法自己亲自走过带孩子走过最重要的婴幼儿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应该多花点时间去选择适合宝宝的一个保姆。那当然就是会考虑到就是托育费用，还有就是本身对保姆的一些托育内容跟期待。那最后就是你选择了保姆的时候，不要只有在电话上做一些访问，最好就是能够带着你的宝宝，如果生了以后就带着你的宝宝、你的先生、家人一起到保姆家里头去做访视。那从两位理事长宝贵的建议当中，我们知道这保姆呢照顾小 baby 一点都不简单，因为小 baby 非常好动，长时间接触呢这小 baby 的环境当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非常要具备有爱心跟耐心。而随着现在呢保姆制度走向证照化，也让家长更能够放心，保姆工作更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小 baby 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今天再次谢谢两位来宾，谢谢。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保姆人员这工作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上职训局的职训医网来查询相关资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职场达人秀，我们下次见。